哇操，这个人是解衰哥，我的好，他会熬，他会熬，你他妈哇！台湾需要一点更那的卡瓦诺，这是卡瓦诺吗？卡瓦诺也转入客了，对不对？他妈的，看我把你打醒了、啊！不要以为你在拉斯劝时赢我一个灯，你觉得很嚣张啊？啊，抱歉，你玩路克真的可以嚣张。干你娘，这个中脚。起身速摔，我丢你妈！延迟点。他妈！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你再给我延迟点！我刚也想他可能会凹，干！他不会再凹第二次了，再凹第二次我吃屎！好，可以，去死吧你！看一下啊，我等一下他妈，我的一个延迟打康，把他那个延迟点给他打掉。他这个人很喜欢延迟点的，延迟。哦，他第二时间后后，抱歉。你再给我延迟点，他又给我第二时间后后啊，怎么还有点厉害？高啦！啊，抱歉。去死啊！还好吗？哎，我在拉斯劝士打卡瓦诺的时候，真的是他妈，他真的运气很好，他妈的！他那个角落跳出来，我一个对空打一个正逆折，他人在我背面，我人物打正面，干那个真的衰，那个真的几十场发生一场的，真的衰。那时候被我折到他死啦，干超可惜。那时候那圈子输给他，真的是一个正逆折之差。他跳了吗？他不敢解啦，看你俩怎么还敢解、啊。我要留音子的靠北，我出错了，又是起身速摔这个人，干这个人起身速摔哥啊！穿不了坡啊！妈的一个叉冰蛋呢！哇，这个人这么凹的吗？妈的！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要凹啊！卡瓦诺真的很凹啊，又凹又速摔打，你会不会玩快打？受不了，卡瓦诺他妈的，让人怒！啊，你再给我速摔啊！起身前跳 ，OK， 这次没猜到。别以为只有你会，我也会前跳，可以可以，牺牲打出来。干！哇，好吧，这一波猜错了。赢了，他会 V 闪。哦，好吧，他怎么那么爱解摔啊？你他妈哦，抱歉，机会。赢了啦。
好吧，我以为他会点，没点。那怎么变快打？因为我刚刚 KF 玩一玩输了、啊，生气啊！我打出比我弱的，我觉得很生气。哎、欸，回溯。哎呀，这个延迟点真是他妈的！哎呀，我的那个嘞，我的天虎嘞，被吃掉了、哦。这个人真的是解摔哥哎、欸！哇，打不到！哦，有白痴这招气功，白痴！但这个人真的解摔哥哎、欸！我是嗯，欧洲这么惨哦！好啦，要赢啦，我已经当落完啦。他就很爱解摔啊！唉，当 low complete 啊！我不准你再给我解摔了！哎，我退康了吗？你妈逼！哎，哇，这牺牲打没看过吧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要凹啊，很凹很凹。你再来啊！你再来，你再给我速解啊！他妈的，我直接盖头，我连退康都不退，我直接盖头，他妈的，我就跟你说当 low complete 了。他等一下一定不敢解，你信不信？他等一下一定会熬，信不信？你他妈还解我丢你吗？哇操！这个人是解摔哥，我。好，他会熬，他会熬。你他妈哇！我不信！啊，有有有有有！他妈的，我就说，怎么可能？他每次都速解跟熬冲杀小，他在试验什么东西是不是啊？他妈的，傻眼，傻眼。我用延迟二 LP 压他、欸，我用延迟二 LP 压他，我被摔走就一定他是速摔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每次都速解摔跟凹，看这个人他妈有毛病。那个下载方法有差啦，这是上次那个被我屌打的那个 Birdy 吗？他怎么又三十几连胜？他真的那么强吗？好痛！我其实第一时间后后啦，但他点指令头就没有了。我刚刚是连续后后就有了，可惜。刚靠腰。靠呗。完了，打晕我吧，晕，干完了，没晕更惨，干你娘，我知道没晕更惨，哎呀，算他运气好，真的算他运气好，我那个下重手没打到他，算他运气好。真的，刚刚找到极系，不要多急了，看应该急一下就好了。赢的变输的，太白痴。嗯，还好啊，我是觉得你喜欢就喜欢呗，喜欢就喜欢呗，你也不要。
去做什么太夸张的事情。嗯，巴比很痛啊。 嗯，哎、欸，我一夜天虎，哎呦喂啊！我一夜天虎变中断了、啊，你妈逼！原地跳、哦。 喂啊，不是负的吗，兄弟？他每次三十几连胜都要被我干掉，我上次干掉他是几连胜啊？他每次连胜都要被我干掉。我讲老实话，我打 body， 我觉得世界最强，我不跟你开玩笑，我真的觉得我是世界最强、最会打 body 的。 Hello， 安安，对啊，这是内地玩家。嗯，我跟 Tommy 打很久，HYD 比赛都输我了。我比赛遇过 Body， 我没输过，真的。那高度那时候在上海也用 Body 跟我练呢，我也很会打，我反而输他凯尔多一点，我打 Body 还那个，当了，不是吧？我赢场当了，这么衰哦。 还他连胜被我弄掉之后份额关机，哦没有，Fudo的 body 没打过啊，Fudo 的 body 没打过，但是 Tommy 的卡 Tommy 的 body 很会打卡林，他跟我练的，他是真的很会打卡林。干你俩又来了，我都忘了他这个东西。啊！ 一闪，干你俩用后后。一闪没有，角落赢了。这没办法。哎，哎呦我，怎么没打到我附带二 NK 说啊？那个打到生死者了，靠呗。 这有点衰。这个人是他妈的，这个灯直接凹光哦。 这人在干嘛、啊？这个人他妈他刚连续凹，他是想要跟我赌这一波了。你赌输了，你这个灯没死，他妈我删游戏。赌输了呗，原地跳。我不信你不原地跳。靠呗，我应该第一个时间凹的。啊，原地跳了。 我接错连端，还好不用删游戏啊。哟。 这个蛮凹的、啊，嘿嘿，统称也叫托米靠背。那这个我真的很会打 body 啊，老实讲，我真的很会打 body 啊。